帮主，你是警察，抓的不行，还有道士的，快点行医。帮主，请进来，抓的不行。还有道士的，快点行医。帮主，你是警察，抓的不行，还有道士的，快点行医。帮主，请进来。哎，中于清静的很。哎，不对。我操！哎，给。帮主，请。哎，请客，请客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家都吃过，都是同学，用过的碗碟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自己带的碗。自己带新碗，这个客人都怎么过啊？这个，我跟你说了，别叫这种人，就是要叫。 要饭了，要饭也不至于连个虾都不会做吧？我一般自己不剥虾的。帮主，我爱吃这个，我一般都这么吃虾的。帮主，请。怎么样？啊，终于快到了呀！ 哎，给，你们的修的不错嘛，这都是按照您的标准来建造的。啊，哎，那我去看看吧。哎，稍等，帮主。啊，全地一样，你准备了个头盔。啊，探险围的呀。啊，来走吧。我们来无尽肉的河水第一年了，帮主，什么妈呀，拍张照片吧，反正你走脸。哎，行行行，我来看，来来来，站好站好。 三二，重新来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小王，你怎么又把车撞了？不好意思啊，老师。耶，这小周啊！哎，不是当网红去了吗？学别人撞网红，还租豪车，这撞一下几个月白干了吧？你这人挣钱吧？这不白干，他去年亏了100多万呢。做不起来，你还做什么呀？哎，也就100多万嘛，十年才可以1000多万。亏起来，亏起来，亏起来！啊，老大，我碰上你车撞了。就这样啊？咦，你这不是你家最便宜的那辆车？谁撞的？哎，小王，小王，过来。撞的撞了，不要了，送你了。对，走走。 帮主，帮主，多退一下吧。是是是。是。给点钱吧，爷，给点钱吧，爷。啊？奶奶是不是带了吗？当然带了，这个礼物非常贵重的，奶奶看了非常开心，你拿着吧。走吧。啊。哥。哎，还真是奶奶，你乞丐怎么不会？我看着啊，连一分山药礼物都拿不出来吧。小鬼爷，你这都是很贵重的礼物。哼。他也送了些什么贵重礼物？老家给我拿过来看看。 就是，啊，不能说好东西，拿跑不了路。我走前，前面，我叫拿票，我跟你。秦先生已经笑了，你的秦氏古玩城啊，遍布全球，鉴宝无数。这种垃圾东西啊，别给我们眼睛。摔不得，这无价之宝。当年我中学徒的时候，有幸见过眼，这个东西贵重的很。这不就是个破棚吗？不可能是什么宝物。稍等一下，我再确认一下。那大家都坐吧，等秦先生确认完了之后再说吧。 叔叔，你过来，万一这宝物是假的，我奶奶不会放过你。你放心吧，那是真的宝物，绝对没问题的。你脸没事吧？我家里人对你太过分了，你别在意啊。没事没事，我什么没经历过，内心怀壁虎之地，在哪里都能风生水起。什么是壁虎之地？就是暗黑破坏神不朽啊，网易和暴雪联合研发的旗舰级手游，在手机上就能体验3A 游戏品质。哎呀，你先想想搞定我奶奶的boss吧。我最擅长打boss了，这游戏有6大职业可以选择，我天天在游戏里用酷炫连招挑战各种 boss， 搞定奶奶 so easy。我还是担心。你先玩一下解解压，现在点击我视频左下角账号还能免费领取赫拉迪姆手机套装。 确定了，是周氏集团，周氏集团。小周啊，你真有本事，来来来，快给小周上个杯子。我这个瓶一直锁在周氏集团，不可能到市面上来流通。
我估计，我就说这个邱乞丐为什么突然间这么有实力，这几年天天要犯，原来为了掩饰这个牌是偷的。真的，把手上的周家电话来了，马上就送你家。原来保安你好了，我刚才打电话是跟周家的人去了，他们说要亲自过来。周家人要亲自过来吗？哎，完了完了，快把这个危险的乞丐给我们家起来！周家人，周家官吏有失远迎，这个盆是出了问题。啊，这个盆里人呢？我把你抓起来，站起来！少爷，你怎么被打成这样？我被打得鼻青脸肿啊！谁干的？行吧，你们都等着破产吧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哎，给他眼镜啊！嗯，帮助我！给点钱吧，爷，给点钱吧，爷！哎，啥也没有啊！年轻人，嗨嗨嗨！你知道你为什么要不着钱吗？就是因为这个盆不够烂。你看我的，马小跳，你这体格也不行呐！那个什么盆啊？你等我摇人给你来。我操！麻烦。好了，别回来。我现在遇到了我二十一世纪来遇到的最大困难，你把这盆给我拿来。我不可能拿烂的。你别这样，我难受，你快踩它。我真踩不烂，就是点啊。快踩它！快踩它！快踩它！我操，踩这么烂！不是我，这就是你踩的，你看你踩的，我没有劲。哎呀，踩这么烂，谁破算？哎呀，完了，这个地方好高级啊！啊，确实高级啊！你不管走起来，这里不是一般人能来的啊！好的，好的，大哥。哎，今天要吃什么喝什么，随便点啊！操作牛逼，放我大去！啊，好事少年，齐呀！哦，不好意思，是你，这是什么人会理解？啊，再过去。哎，少爷，少爷，把他们赶出去！你们脏兮兮的啊！特别这个臭，嗯，你别指他呀！臭乞丐能？哎，哎呦，怎么？脑子疯了？他把我，你打我！